刘翔自1月9号主动公布恋情，看来就没想要藏着掖着。这不，昨天腊八节，刘翔带着女友吴莎登黄山散心去了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聊聊人生，谈谈梦想，还讨论了一下腊八粥有哪八样。亲和力十足的二人还拜托路人帮忙，在黄山美景前拍下了一张甜蜜同框照。虽然第一次婚姻挫折让刘翔倍感压力，但这次与吴莎的恋情里，两人一致选择彻底公开，也是希望用透明杜绝谣言，真心祝福两位幸福甜蜜。